我想把10年前的我打一顿。我最回来啊！不要掉进坑里，姑娘们。每次我排练，我们素颜的时候，她全妆哎。影堂第八人呢 ，Cosm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影堂少女303。阿姨，一般是阿姨。黄丽锦。赵月明明是，反正是你们房间的，两个人，一般都是你们房间的。赵月，我爆料是赵月。赵月不反驳一下。这不需要反驳，这也不反驳，确实是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王一锦有时候也是很难起来了。就反正我们俩，我们宿舍就是难起宿舍。没有，我是叫就起，但是不是一间，老不定闹钟。互相上下，大家都不相上下，大家都就你最爱。我感觉我还好，你确定？就都爱吧，不相上下。对，真的应该是不相上下吧？感觉没有没有，真的是刘谢宁。每次我排练，我们素颜的时候，她全妆哎。啊，那奈奈也是吧？我觉得奈奈也是。奈奈都是悄是悄摸的，就是大家素颜。没有拍摄，觉得不？是不是？对，她是不管去哪儿都一定是化好了妆，是吧？对，非常精致的妆。我吧。有这个人、我爸可能是，这是我爸，阿姨，影堂第八人呢，倒是也都没尝过，我们还没有这个机会，对，表情包，我们习惯经常做的就是猜人中的人，这个，我们会把大家彼此的照片做成表情包，然后去广泛使用。对，赵月的表情包，我也有你的表情包，刘姐，不要互相伤害哦。我最近做了一个一凡的，就是心如死水，就是他在拍镜子里的自己这样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心如死水。我们可能断网了，我有点断网。我觉得我还是说张一凡吧，我觉得张一凡就是高，就喜欢的高，高，就行行。我也想让我自己那么高，我也想变高，像他那么高。算了，你们有5厘米这么高？真的，我那你觉得呢？张一凡他一直想变矮，我想变矮，一人1厘米都够了，2厘米都行，安排。我想要165，我的理想身高170，165到170。呢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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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我们大家都很直接，对，都非常直接，过于很硬核，有时候过于直接，有一说一，但我感觉我们团内就是成员，大家互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互相嫌弃，对啊，就互相重拳出击那种，很硬核，很硬核。谢谢，来拍 cosmo 就很兴奋。榴莲，你不是臭豆腐吗？你不是臭豆腐吗？但榴莲团里面唯一一个不吃榴莲的，只能说臭豆腐。那我们一会儿点榴莲，可以，安排上了。恐怖片，其实都看了，但二选一的话，奶茶。可乐，奶茶，哎呀，都要，都要，小孩才做选择，大人都要，万一要是以后真有可乐的，都要，麻辣，为什么没有番茄锅这个选择？番茄锅呀，对呀，鸳鸯锅4宫格，番茄4宫格，没有，我们不能好好的吗？脱发，我回来啊，不要掉进坑里，姑娘们，长胖可以减，脱发不能长，脱发，姑娘们。听我说，姑娘们，不要掉到坑里面。我们都不选，我们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我们健康的瘦，对吧？健康的瘦，早起，早起，早起吧。早睡不大可能，对，早起。
晚起，晚起，晚睡晚睡晚起就是你。过山车，过山车，旋转木马吧，旋转木马吧，我恐高啊，我不能玩过山车的，吓死了人要。我会先感性，然后再理性。我先理性再感性，分状况，对，分情况。晴天，在室内是雨天，在外面是晴天。因为我每次下雨，必须要出去。啊，是淋雨吗？我喜欢在窗台看着下雨，下雨的空气，雨后的空气还可以。雨后可以，那你容易感冒呀？雨后我所有经常感冒，你感冒的原因是这个。出去玩，正在宅。在家玩吧，在家玩吧，在家啊，在家也可以玩，都在家。十年前，算了，十年后吧，对，十年前你还要再创造营一次，十年后，不是穿越，你不是可以见到十年前的你吗？十年后，你只是见到十年前，你不是去经历十年前的你。万一让你经历，万一呢？是经历还是只是见？这个显貌不齐，那我还是十年前。我想见一下我十年。我想把十年前的我打一顿，我也是。然后教育他一下，好好教育一下。